因为像我个人其实就是真的是白是养出来的，因为我其实是海边小孩，看不出来吧？看不出来。所以我长期都是用玉龙伞系列，它包含他们的玉龙伞面膜，我是用了十几年以上。对，因为你知道慈禧太后就是她就是早期就是用玉龙伞去帮她做美白嘛。嗯。那她这一颗皂就是玉龙伞做成的那个皂，它可以拿来洗脸，也可以拿来洗全身。嗯。那我是一个就是全身都是用玉龙伞洗的。对，然后难怪您那么美，对，我很 care， 但是你看哦，我很懒得擦乳液，可是我就是洗，然后跟就是有时候我那个保养品擦完，我就会拍一拍，拍一拍，就这样。所以我这边看起来都算是白的吧，是白的，腿就还好了啦。对，但是这边就是我有在保养，我是觉得真的有擦，就是从洗脸就开始。对，我觉得就是玉龙伞，你就洗就先洗这一颗，然后全身也就是想白的话，就是全身洗这一颗。然后有人说皮肤白斑多，可以推荐保养程序吗？我觉得玉龙伞就是真的比白斑蛮有效的。对，玉龙伞系列。嗯，但我老实说，我觉得斑点其实比较难。嗯，就是真的没有一个东西真的可以把斑除掉，除非你去打雷射。嗯，但是变淡变浅是有机会的。嗯，对，那皮肤从黑变白这是绝对 OK 没问题的。嗯，但是斑要掉其实真的就是蛮难的，除非你真的就是去打雷射。因为斑还有分你是干斑啦，对啊，因为像我这边就有一个那个晕斑还是什么，就是都还是嗯。我觉得斑要少，第一个是你要先问你自己保湿有没有做足，然后你有没有防晒，